快乐的不得了五 log。早安，我们是今天作为爱奇艺夏日青春样的 XFORM 八福官孙颖浩，我们带大家一起出来玩了，然后今天会拍一些照片，作为最后的福利发给大家，一起期待吧。Ready go！ 哇，感觉孙颖浩上学了。上学了。我的妈呀！我的腿都麻了，我真的怂了。走，我们去排队吧。地方吗？我以为他们去挑战了过山车，谁知那两个娃娃儿去了转转车。哦！我们已经挑好车了，目标明确。哪辆？7号。哦，7号，我们挑的七号。七号，黄色的大黄蜂。一会儿直接就进去，就赶紧抢七还好车。我觉得我已经研究透彻了，一般七号都会停在那边的方位，厉害了。所以说我俩就直奔七号，没有任何犹豫，没有任何的懈怠，不思考。对，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快冲！已经被抢了。晚安，那我们就来绿色吧。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，抢到了八号。我们就穿衣服，绿色也挺好看的，跟我的衣服融为了一体。是的，跟我的头发也融为一体，非常棒。来到了功夫熊猫村，人山人海的，人山人海，这里看起来很有生活的气息。对，然后这里小店铺，这里就是那种1:1还原的那种感觉，就像在电影里。我想做那个孔雀，他做那个熊猫，然后我俩就可以在一排了。对，我们可以在一排。哎，已经有人站上去了，太快了吧！我的熊猫也被抢了。我第一次坐旋转木马呀，真的，我感觉说自己坐了很多次也挺。属于男孩子的快乐。这款法式中间黄色的部分设计，那相应的玩偶呢就会向上升，看谁的玩偶最先到达顶端，那谁就能获胜者，获胜者有奖品大奖。哎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开始。好，对准法式中间的部分设计啊。好，爱好大家的这个玩偶已经遥遥领先了啊，后边的3号也是紧随其后。好，看看谁最终能获胜者。白描了，白描是什么熊？我准备把这个熊猫送给弟弟。啊？因为你刚才要做旋转木马，你要做那个熊猫的，你没做上，所以给你是吧？来，我们参加游戏，大家准备一点吧。真不知道。啊，可以往那里，木马的那边停了啊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加油！我是老虎，我是一条蛇。这城堡太夸张了，好爱啊！这是我的家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太棒了。
因为我太瘦了，我从180瘦到了170。好，行，那个后面没事。哦，你帮他看看，更合适一点了。可以，更像孩子了。只有你。成功 get 魔法狂。他现在是一个斯莱特林的学员。斯莱特林的学员。斯莱特林的学员。行了，上学去吧，上学了。魔法世界当然要体验飞行，刚才那个也就算了，为啥这个也害怕？这个我也怕，这个看起来也有点高啊。我第一次坐观车也是拍东西，然后坐完之后，他们我们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们说素材丢了，要不再坐一遍？啊啊啊！就是这样。现在请低下头鞠躬。非常。啊！啊！我爆！啊！我们刚才坐的过山车太吓人了，吓人了！现在身心疲惫，嗓子都哑了。不怕的人永远不理解我们这种心情。我觉得去小黄人乐园就好了，因为全都是特别可爱的小黄人，特别童真的，可爱的。对，巴拉巴拉布布，巴巴巴巴拿拿拿，没有吧？你们没有吧？看。他还可以走，但是他除了走之外还能干啥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不知道吧？是准备看那个环游的花车，现在在等待看他们表演。对，一会儿我会加入到其中，就这样。小黄人，小黄人，小黄人来了。抱回家，全都抱回家。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爱奇艺夏日青春样游人发福 vlog 的全部内容。作为今天 XBOM 的发福官，然后这些签名拍立得会作为福利送给各位，非常多。对，然后祝你们这个夏天也快乐的收尾。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拜拜拜拜。